我觉得你这里在继续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他一直到他这里 key change 的时候，都是 D minor 的时候，他那个是要一直一直，就是你不能有他变化成，比如说五个到六个到四到变成四个的时候，不可能，没办法，它是一个连着接的，所以要注意，它是有变越小，但是它没有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停的，啊。所以比如说这里
会有人家 给人家感觉像一个你到了一个地方 ，Yeah， 这样子，嗯，然后我还是没有抓到这对的那个感觉，在、like, 像我刚刚在那边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 ，like 有一点太寻，在找，我没有，我不要是给我自己 critique 的话，我刚刚那个好像也可以再更好，更好在哪里？我会觉得说，我会让你们感觉在更。有抓到一个东西，我刚刚好像还没有抓到，因为我没有拉前面的部分，所以这一定要拉前面。可是反正重点是，就是说，你不要再突然间这样子再跳 ，OK？ 嗯 ，Yeah， 然后这里的时候，当当当当，我觉得你可以 focus 在下面，因为你至少要拉这个第二个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 focus 在这里，不要，你知道吗？刚刚我们只听到啊，双音就是听起来超双音的 like, 因为你要 like, 你要分别这样子单音的时候人家才会觉得哦很不 you know, like, 单音才不会觉得说哦然后那个很音很单 like, 你会就是人家会哦很喜欢哦就有很多变化的意思啊你像单音才是有人家才会想要那个单音 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会让你听到的单音的时候你会超开心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哦要是我刚刚双音没有这么的双的话这么火的时候开火的时候没有火不够大你那时候听到那个没有火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哦啊没有火了那个凉快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吧 and 你刚开始的火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要开火的时候你可以再拉从这里来着在踩刹车 ，you're a little bit 紧，你可以把那个刹车哦，那个再转你 like, 再往这边想一下 ，like 你不要 like, 控制它 ，like 就是让它这样子 ，like 你现在有一边在这边，可是你一边往这边 ，just go this way double。这个音，因为你每次的最后的音，你都会 like，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变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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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棒，应该是 you know 让它就是甩出去的那种感觉。这个前面都已经好多了，然后哒哒哒，你记得这个的之前你要准备好，你知道哦，这次有四个音，你要记得要抓好。
自己 like you know I have to come, 一直要提醒我自己这个哦要不要不要 like 这个时候长的音要同时踩刹车，可是其他的音要甩。这个要踩刹车。随时都会，你要一直在听，你要一直听 ，Yeah， 好，然后你这边的话，你可以从这边拉一下，你可以从这些来说，哒哒哒哒哒哒。你这里的那个 emotion 是什么？你是在，因为听起来你蛮拼的。我觉得说，可是这里都是 like pianissimo， you know？ Yeah， 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来调整一下。这里的时候，我到的时候，我会把它这样稍微开一点，让大家 like feel the warmth， you know of the sun。It's like， 然后那个之前是乌云，然后这样子开的那个，我就是刚开始还不是像这样子打开灯哦，像啪这样子这样。虽然我是在拉高音，我这是盖的。这个要是我是出来的话，就会。可是我是盖的，所以。没有那么这个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拉前面的部分，所以没有让你准备好 like 我没有给你们之前的那个部分，所以光拉高音的时候你会听起来差不多一样，可是你这是，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这音乐都是要一个整体的这个东西，你光从那边拉的话，还就算 like 用 like 我现在用的技术也没办法表达我要表达的东西，你懂吗？因为是要用之前的那些东西，对、yeah.所以这个很重要 ，Yeah， 好，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哒哒哒哒哒哒。
say 你那个时候之前太慢了，然后我们在那边等，在等等等等 ，like 你的钢琴在那弹一个叮，就是 like 你没有让我感觉出来一个你从这这个第一个你好像可以再更低一点，来给我你的琴，让我试一下，来。这才是低音嘛 ，like 你没有拉出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之前拉的还 OK， 但是我这里到这里的时候，我因为我你的琴吃的比较多那个油还是怎么样？我刚刚没有像这样 ，like 我刚刚没办法开 for some reason， 因为我放的我自己的够的琴吃的够了，不你的还需要多一点。你要 figure out 每个琴不一样 ，but like yeah， 就是你这里的时候就要稍微多一点点位，然后，因为我的琴特别的 like， 我有训练它一下，所以你要唱出来，对，所以 OK， 你再试一下放这里，来，我们来看这个。你需要来加刚开始的地方，这个地方你要想说它是那个 U 型的，然后 ，Yeah good， 然后跟着你的 U 型哦，你这个放开一点，你把你的要把你的楼旋开一点 ，OK。你不是光像这样子，你不是 V 型，你有像这样子，然后再起来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单着打开，因为你要把它，要把修尾巴要修。所以这只有需要进步的就是这个音你有修出来，可是这个音的时候就要接着它，你不你因为你 No， 这样子 not satisfying， doesn't make sense。你这个地方要稍微 like 你的 rhythm， 你可以从那个这个，好，你来看，所以你刚刚说，你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不要 like 你就是不要 like 就是给我指点 like 因为你要 pass 给我嘛，对。
需要练习的。练习的东西真的是重要的。说你这个东西直一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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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自己再放开 ，OK？ 所以再次最后一次。没关系，你来试一下。放的话，这个东西就这个很难，这个很难。我记得我要表演这个的时候，我这里练了差不多1000次，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难。这个你这里就不能太大声，因为你这里要放开嘛。所以我再试最后一次，我先练一下。不要太多，这里要在在。啊，这个哒哒哒哒不是重点，只是 get to the next one。OK， 来试一试。这个音到这个音没有接起来，你变成哒哒哒，一个是哒哒呀，哒哒哒哒哒哒。OK， 来就直接唱。这个音哦，已经不是在渐长了，这样就不好。去，你当然你是希望会赢，但是不能完全就说我就是要去赢的。
其实我所有我认为我会赢的比赛没有一个赢，所以这个都是很 yeah that's what happens but 我认为就是要你要有很多的准备，然后你现在都可以网络去看去年的前年的这些的比赛的选手，他们的那些音乐家拉的水平是什么，所以你要去参加的比赛，我认为应该都是在你的这里的稍微上面一点的，不要差太多了 ，like 要不然你去 like 会 like 你 I mean 飞机票还是要钱的 ，like 就是去一个稍微比你高一点的分，因为当你要准备这个练习哦，这个去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你会进步很多，所以你搞不好就已经会达到那个水平了。我以前都是像这样，像我那时候参加伊丽莎白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打算要参加。那年我本来想说休息，因为那时候才刚刚曼宁2008年才赢了那个青年组，然后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以前也是跟我在那边竞争的一个朋友啊，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就说没有啦，你像你应该明年，我那时候想着那时候2009年要稍微休息练一下嘛，然后到时候干嘛2010年再去参加 Indianapolis， 就是那个林平的那个参加那个他赢的后来赢的那个。几届后的那个比赛，想说2010年再去比嘛，但是我那时候还被我朋友这样子，不知道是谁刺激谁，然后就说我们就去参加，我们就去练，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我当时老师还是说、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Are you ready？ 然后我就说啊，反正就去嘛 ，nothing to lose，nothing to lose， 反正就是因为对，在这个之前，在那个曼联之前呢，我也没有赢什么比赛。like 在国际上面的，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说，但是我参加了很多，那你是在问说准备的这种心态吗？对，所以你要准备的话，比如说你，通常这些国际上面的比赛都蛮长的 repertoire list， like 很多曲目要准备，那第一轮、第二轮、第四轮、第三轮，三轮都有。那我觉得说，那你搞不好同时会参加好几个比赛嘛，搞不好一年，我觉得说不要参加超过两个，不要参加超过两个，就是一个就好，因为有时候他们的 repertoire 曲目是同样的，有时候不是，然后有时候会变差，这个就会很大的争执。我觉得说一年有一个的话也是很好，然后要看你自己，就是你给你的目标嘛。然后然后之前比如说哦，你已经被选上了，这是任何我觉得任何这种比赛的这种态度，你第一轮的话你就比如说两个我差不多十天7天到10天前呢、哦、就开始不要练第二轮第三轮了，然后第三轮就是如果是一个协奏曲的话，这个是就一定要应该要选一个你已经会的，你不要选一个你不会的，因为万一到第三轮了、哦、你这样子你都好不容易到第三轮，然后你根本就不会这个协奏曲，会很可惜啊，所以这也是比赛的不好的一件事，就是说有些人比赛就是拿着同样一套就是到处去比啊，这你自己会，你在这个期间搞不好会很好，但是未来的就会让你长不高，来在音乐上面，所以这也是你要好好的去平衡这件事。如果你是能够参加比赛，然后这个协奏曲你可以是。如果是超过一年后、一年半后的两年、啊、那你可以选一个新的协奏曲 ，no problem。但是我通常都会选我已经会的，所以然后那个在7到10天前先不要练二轮、三轮的，我就是因为你没有经过一轮的话，你其他轮就不用想了，来、like, 就是光练7天前光练第一轮的，开始怎么练，然后那时候才你要知道你们进才是练第二轮，因为 one step at a time 一步一步来，这个你对啊，所以就是像这样子这种的想法，然后有什么其他问题 like 怎么的练法吗 ？like 还是就是说，如果他们有 step by step， 你会怎么样建议？就是说他那个 point。有哪些 level？ 但我突然间感觉很老，怎么突然间忘记怎么比赛了？太久了。没有。step by step， 所以你就是你就是要搞不好有些学生有一些问题，有没有想问 ？Like 这上面，你因为我不知道要答案是什么 ，Like 你就是
你就是要练啊，然后就是听很多不同的这些 CD 啊，很多的那个 recording 啊，然后你找，因为这到比赛那个时候哦，就已经你就应该是蛮 ready 的。然后在这个的之前那个月，你会成长很多哦，我记得会有那个，你会搞不好也许会觉得你自己拉很烂，像一个礼拜之前，这个是蛮正常的，因为你的所有的在。Like,特别是更多压力的那个比赛，会让你这么觉得，因为你的头脑已经、耳朵已经成长 ，like 进步，但是你的手还进步的比较慢，所以这个会发生，搞不好是两个礼拜之前，搞不好是三个礼拜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你会说啊，我不行，我不能去了，我要 quit， 我不能去这个比赛，这个是很正常，这代表就是说你有进步，你突然间哦，你开窍，你这个是开窍的刚开始。因为是第一步开窍的，你就是要在这个你要知道会这个会发生的话，你就准备好，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录你自己啊，那边练的时候录你自己，比如说你练完的一部分，好，你把它录起来，用手机录起来，那现在在那在听，听起来及不及格？你自己觉得不及格的话，就代表是说哦，你知道你以前都不会这么觉得的话，就比方说你现在进步了嘛，你赶快 figure out， 赶快来练字，就在。要觉得说为什么不及格？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什么样？会觉得说啊，然后就 figure out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是在教你自己了，对，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在有一个老师在那边喂你，在那边怎么样吃，你就要自己要 find out why 为什么你刚刚拉的这一段不及格，然后你要去，你可以也可以比较，可是最好就是 like 跟 CD 啊，可以跟 CD 比较，或者你的 recording 啊，这个。What is different？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来进步很快。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然后也许搞不好这一个比赛你还来不及啊。Like， 可是你不要 never give up， always 我连到我那时候在伊丽莎白的时候比赛，因为那个比赛是一整个月嘛，五月真的从五月一号一直比到五月三十号 ，like 很长的时间，我每一天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那边研究，一直。不停着，像练像八个小时，一直在那边练。然后如果不是光在那边死练，只是一直在研究。所以小所谓小比赛，应该是像 festival 那种比赛，像夏绿啊，像小比赛的话，对呀、啊，要像 festival， 像 festival 的 ，yeah， 或是像那种 local 一点的那种比赛，你在那边，譬如说只有一个曲目在那边、在那拉的话， yeah. 对，那个都需要这些经验。都是需要夜对啊，也我觉得很重要。对，不要你去下一个比赛就是我要去比那个伊丽莎白。对、like, like, ，如果你还没有 ready， 如果你 ready 的话，你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说你要自己 ，like， 你要自己先听得到你自己在拉什么。我觉得是最 difficult 的。我这几年一直在追求的，就是从开窍以后一直在追求，就是能够。同时在拉，同时可以听得到，就比如第一步是先可以听得到你自己，等你在录你自己的时候 ，like 把你自己哦，哇，这个我听着，哎，这个好像不行。第二步就是最后一步就是可以同时听到你自己在拉，像我们刚刚在那，我想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时候，然后记得，你不要忘记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第三就是 like 可以同时改变。像 like 你要是拉一个音，然后不是你之前准备要你太强了，还是你不够强，你可以怎么样去补救这个？在就是你会这样子，音乐永远都是听起来都是对的，就是对的，没有什么对还是错，可是就是本来就是你要的要求的，就像我不小心讲话这样子，突然间你有可以这样子在有这个 response， 因为音乐会。Like cause and effect, right? 你这里发生一件事，你会影响到下一件事，可是是 in a way that makes sense， 会让他 yeah. Yeah， 我想我们大概有几千个问题可以问老师哈。不过因为我们等一下有签名会，所以我想把时间留给同学们。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赶快先来跟老师拍个照？好。然后我们先谢谢老师。